I know I'm sexy， 就因为这句话，易洁琪摇身一变成为大马最性感的男歌手。久等十二年，易洁琪终于一圆在大马开办售票演唱会的梦想。易洁琪居拉阔演唱会首场演出在 Lot 10 The Actor Studio 圆满落幕。本地艺人杨伟汉、叶俊岑、李志清、李乃刚、黄明志、二号玄、裴杰、黄启明、Manhan、童心以及张栋梁等以行动支持易洁琪。艺人在演唱会上一时感触，难免会真情流露，易洁琪也不例外。当他演唱纪念父亲离开那天的917，以及鼓励妈妈的二手烟时，不禁流下男儿泪。不过，他还是以轻松的方式带过。易洁琪在演唱会上大展爱玩本性，出其不意的邀请在观众席的童心上台，一起演唱《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》。在安歌环节，出席的艺人纷纷上台献上祝福。应该大家看完今天晚上，对大家都应该不会，应该都会公认，易洁琪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是马来西亚最性感的歌手。希望梁静茹代替你都站得滚远一点。我喜欢你讲广东话，其实你讲广东话真的好好听。其实冇乜问题，广东话识去啦。好，即系我哋今日全体人员。嚟捧你場，真係冇令我哋失望。係一場好正嘅音樂會，多謝。易洁琪居拉阔演唱会一共演唱超过二十首歌曲，当中还包括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曲。美好的结局，爱在遗憾里更珍惜。如果那一天我们都发现，好聚好散不过是种遮掩。如果我们没发现，无光时社采访报道。多一点时间。